在卖香蕉保护盒的事情，但是我要讲的是，我们里面有放香蕉哎，所以呢，待会等到抽到的人呢，可以这边一个香蕉保护盒，啊，谁是廖大伟？哦，你长得很那个受欢迎，你有带自己的粉丝。好，来，先好了没有？男生对于香蕉保护盒也有不同的执着，还要换来换去。好，来。好，我相信呢，我们今天的会非常健康的人就是我们的康宁奇先生，因为他同时拥有蔬菜跟水果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合照结束后，我们摄影师拍完了，在台上我们像明星的感觉一样。好，好，来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赶快拿，你怎么一下？等一下，你有女朋友吗？